像棋啊或者是朋友们，我们下棋啊，一般要走到开局、中局、残局啊，但是啊，很多棋都在开中局啊，那个解决了战斗，分出胜负，但有很多那个棋啊，要到残棋才能解决，所以残棋里面有好多巧妙这个棋局，各个兵种的运用也不同。今天特别介绍啊，炮这个特殊，这个攻守，这个作用啊，它比较啊有它的特殊性，它这个格子打一子，还可以进退比较快，防守也快，进攻也快。 现在在下面介绍一盘啊，比较典型的一个残棋啊，就是一个炮对四象啊，在正常情况，一个炮是赢不到四象，但是啊，除非那个四象摆不正，这有可能巧胜。现在介绍一盘是炮四逆合。 那个四象，这个是基本这个一个残局。现在是由红方先走，第一步炮三平二，他把这个炮回来，所谓残棋炮归家，因为炮的特点是有炮炸才能发挥的威力啊，子越来越小，这个炮啊。 这个威力啊就减小了，所以他利用那个魁来，啊，利用那个自己的细象来作为一个炮炸。将5平6，啊，这个黑方啊就把这个将移出来啊，因为老是在中间呢、啊、给那个炮回来打的一串的话，啊，平中打一串呢、啊、守不住。 现在只要小一个4或者上，就要输棋啊。炮二退8，哈、啊，这个现在就是回来了。这个炮准备放在中间，炮二平5，打一串，黑棋4、5进6啊。 这一步棋不能走错啊！你一走错了就会输了啊！炮二平5，上5进3啊，帅5退1。 将5进1啊，帅5平4啊，现在运到这个帅出来准备下4啊。那现在黑方不能给红方4-4退5啊，这个帅。 露了出来啊，这个吊住那个4啊，这有危险的，啊，所以他要提前4-6退5，啊，预先这个把这个4走开，炮5平4啊，炮5平4，现在炮5平4呢，就是一串准备。 这个帅啊，一走出来，那黑方啊，现在呢，也不好走错啊，上3退1啊，帅4平5啊，4-5进6，这样呢，黑方就是利用这个黑将来保护这个4。
这个象必要时就回到中间，一般的就不用回到中间，只要这个两个子啊能互相来保护这个将，保护这个士，这个士在上面来掩护这个老将，不给那个炮将啊，你下士我就下士，你用炮来吊住我这个士，我也不动，你动士我就动士啊，你现在啊上山退伍，他也上一进山啊，你上午进去，他也上山退伍啊，这个呢就摆成一个典型的四象守和这个单炮这个典型这个残局啊。假如你走错了，当然是啊红方有侥幸的机会啊。现在呢只要这个四象摆正啊，这个就红方啊就没有办法，好像你现在再走帅五平四啊，准备下士啊，准备下士打死了，打死那个士的话，他也啊四六退伍，这样呢你再平啊，他也向五进山，你上七退伍啊，他也可以不动啊，上山退一，这样呢形成一个啊基本上是和局这个局面啊，只要你黑方没有走错啊，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正和这个残局啊，这个是炮对四象一个典型这个残局这个例子。